联盟大事，场外风云，白话美职篮，一起聊个球。我是老白。 NBA 季前赛如火如荼进行，快船坐镇主场迎战独行侠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是快船队首次在球队新主场进行比赛，哈登是那个扛把子的球队核心。在快船见面的三场季前赛中，哈登一共出场52分钟，合计拿到41分15助攻，按照36分钟标准来计算，场均 28.4 分 10.4 助攻，效率确实非常高了。但是快船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伦纳德这里。泰伦罗在接受随队记者采访时确认，伦纳德会缺席剩余所有季前赛，揭幕战可能也很难出战。24号主场迎战太阳，球队在考虑他获得出场许可前需要满足一些训练要求。快船在今年夏天陆续告别乔治、韦少、塔克，也确定要走人。可以预见的是，新赛季绝大部分时间是哈登带着德里克·琼斯、鲍威尔这些人支撑起球队下线。哈登一直在强调防守的重要性，在前面三场比赛，快船场均 11.7 次抢断加 8.3 次盖帽，整体表现很稳定。而独行侠这边，上赛季打进总决赛，面对凯尔特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，休赛期得到了克莱、丁威迪、马绍尔、格莱姆斯等人，但也同时告别了德里克·琼斯、哈达威、约什·格林。从阵容框架来看，防守端肯定是在下降，克莱在三号位防守面对的考验最大。克莱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两点，其一，有东契奇和欧文在，他能专注于防守，改变外界对他的一些偏见。其二，他对于今夏加盟独行侠并不后悔，他看到了球队的潜力。按照美媒给出的预估，快船新赛季很可能掉到西部10名开外，而独行侠是前四名的有力竞争者。回到本场比赛，东契奇因左小腿挫伤缺席，欧文休战，基德摆出的首发为戈特曼加哈迪加克莱加华盛顿加莱夫利，快船首发定型，哈登加鲍威尔加曼恩加德里克琼斯加祖巴茨，这套阵容高度不足，除了祖巴茨，其他人都在两米以下，琼斯和曼恩都是上顶，从二、三号位变成三、四号位。开场后，华盛顿顶着哈登抛投命中，哈登未饼琼斯，当独行侠哈迪内外开花时，琼斯联合曼恩单打追分，克莱则小手冰凉，连续打铁。不过独行侠内线优势很大，后半段哈登继续为饼德里克琼斯，随后哈登追身三分也中，快船一波流追平。杰莫波特和科菲支撑起快船的进攻，格莱姆斯下起三分雨。第一节打完，快船25-26落后独行侠。第二节开打，科菲和邓恩突然下起三分雨，可格莱姆斯手感火热，克莱除了打铁就是失误，看起来打得非常着急。中段波特和祖巴茨带队打出小高潮，哈登继续喂饼曼恩。当快船逐渐拉开分差后，独行侠戈特曼内突外投，哈登喂饼鲍威尔轰三分，喂饼祖巴茨花香暴扣，独行侠一路紧追不舍。接末哈登反击上篮，德里克琼斯和克莱对撞一下，脚步有些伤情。半场结束时，快船56-51反超独行侠，哈登5分10助攻2抢断，克莱半场0分。进入第三节，哈登强硬造杀伤，抢断反击助攻组八次吃饼，克莱的三分球还在打铁，快船很快将分差拉开到15分。中段克莱被换下场，哈登续上三分，快船最多领先独行侠20分。此后两队都换下首发，比赛也进入练兵时间，最终快船110-96轻取独行侠。其实本场比赛克莱的再次拉胯，就是独行侠被简单看衰的原因。全场下来，克莱9投0中，三分球6投0中，居然一分未得。这也让我们想起了今年附加赛勇士输给国王，当时克莱全场10投0中，成为了勇士出局的罪人。而现在的克莱真的不太行，就算东契奇复出，欧文也打，独行侠还是面临一个大问题，到底应该怎么去使用汤普森。他们现在和勇士面临一样的问题，到底汤普森是该首发还是要去替补。独行侠后场肯定是东契奇空位，欧文分位，四号位华盛顿，五号位莱夫利，三号位靠克莱真就不行。在勇士的时候，克莱的移动速度就慢了，而且他不是说一点不需要爆发力，克莱的投篮节奏是需要好身体相助的，就像维斯布鲁克的僵尸跳投，身体状态好的时候能拔进，身体不好就拉胯。球员的每一个投篮动作都需要爆发力来增加节奏感，克莱现在的节奏感已经回不去了，速度上的弱点则让他无法去打分位的角色。在勇士最后几年，克莱复出后球队战绩反而不行，就是来自二号位的投射和防守完全比不上巅峰的克莱。实际上本场比赛独行侠球员一直在给克莱积极传球，包括赛前基德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会帮助克莱找回手感，结果克莱就是无法投进，即便是大空位也不行，能明显看出来克莱确实在退步。
比如跑出位置接球投篮的那一瞬间，腿上蹬不起来，起跳的那种弹性感不足。作为今年休赛期独行侠队的重要一员，汤普森新赛季是要担任独行侠队首发的，但是通过季前赛目前的状态来看，他还明显没有适应独行侠队的节奏。独行侠队的战术体系和勇士队是有一定的区别的，在半场进攻当中，他们并没有格林发牌的战术，也没有两个投手交叉掩护的战术，所以这使得汤普森想要获得轻松的投篮空间真的太难了。对方在防守汤普森的时候依然是贴身防守，这也是忌惮汤普森的投篮能力，但是当汤普森个人持球打挡拆的时候，他也很难获得好的出手机会，因为另外一个防守者会随时堵上来。而在半场跑位，虽然独行侠队也会给他设定一些战术，但是独行侠队球员的掩护质量很差，汤普森很难获得好的出手机会，当然这也和他本身个人的状态是有关系的。今天他也获得了几次空位投篮机会，但是并没有把握住，特别是今天在一次半场进攻当中，汤普森在左侧45度有了一次大空位投篮机会，当时快船队是属于半场漏防的状态，但是在弧顶持球的丁威迪看到了汤普森的空位，却并没有传给汤普森，而是传给了左侧底角的队友，随后命中了三分球。看到那一个回合之后，还是令很多球迷感到唏嘘的，这要是在勇士队的话，很显然库里是绝对会把那球传给汤普森的。不得不说，汤普森离开勇士队之后才真正知道库里有多好，他去到其他球队之后，其他球队不会一味的给他做球，不会在他投篮低迷的时候依旧相信他，不会帮助他去找到手感。而在勇士队则不同，即便汤普森是重灵，库里还是会义无反顾的给汤普森传球，一直传到汤普森投进为止，这就是库里的无私。在勇士队他能够感受到家的温暖，而在其他球队可能他的落寞感会油然而生，所以作为投手很容易被这些微妙的变化影响到命中率。另外，克莱失误也较多，打得非常着急，他似乎很想马上证明自己，结果越是投不中就越要出手。当然了，独行侠球员比赛刚开始也确实信任克莱，各种给他传球，但坦白来讲，克莱这么打真不行，幸亏只是季前赛，到了常规赛，独行侠没有这么多犯错的机会。根据 NBA 的大数据统计，克莱三场季前赛下来28投仅3中，场均 3.3 分，命中率 11%， 有两场得分挂零。防守端，克莱现在也没啥亮点了，被小琼斯一不过，被鲍威尔一不过，克莱横移速度跟巅峰期完全没法比。我们都知道独行侠是要冲击总冠军的球队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克莱的独行侠生涯到足且坚，而到了常规赛，因为克莱这个点的原因，独行侠也会打得非常难受。现在想想，勇士预言成真了，他们早就明白克莱已经不堪重用，看看人家希尔德比现在的克莱强太多，勇士非常聪明，放弃克莱很有远见。比赛结束后，克莱接受了采访，谈到自己的糟糕表现时，他摇头说道，这场失利的责任在于我，我没有命中投篮，这让我们的比赛陷入了挣扎。不得不说，克莱还是很谦虚的，他认为自己对不起独行侠，输球全都是自己的责任。随后克莱继续表示，最近两场比赛不是我的风格，事情就是这样，我没有投进我想进的球，我防守端也出现了松懈，现在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向前看，必须重振旗鼓去做一些特别的事情。看得出来克莱心情都没了，他也承认自己攻防都在下滑。得到克莱后，独行侠实力是否提升了？目前来看并不乐观，反倒是离队的小琼斯在快船打得挺不错。其实独行侠的要求也不高，克莱每场能命中4-5记三分即可，理论上他只要站在外线便能减轻东欧面临的防守压力，可就季前赛展现出来的状态而言，克莱对于独行侠真的没有什么帮助，他们只能祈祷东契奇复出后能为克莱创造更好的投篮机会，而克莱还要投进才行。至于防守，独行侠后防线注定是要崩盘的，所以总结克莱的这几场表现，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。情理之中的是，在勇士时期，特别是过去两年，他经常出现 N 中零的情况，关键他进攻没手感，防守肯定拖后腿。意料之外的是，克莱争地失误确实太多了，在场输14分，他下场后独行侠替补还追回来一些，克莱的独行侠生涯到足且坚。